嗨，大家好！现在我在印度，北印度的南印度，不是南印度，中印度的林马巴的敏珠林哈，敏卓也有人说敏卓林市刚刚呢，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殊胜的法会。这里的堪谦法王非常的慈悲哈，看我们朝圣团一行到这里来访问呢，特别集合了这里所有的Campbell 啦、朱古啦还有僧众，总共有500多位为我们修莲师除障法，同时也帮我们修了心经除障法。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现在满满的正能量？希望这一份喜悦分享给线上的好朋友。现在台湾时间应该是8点钟，所以大家应该吃晚饭了吧？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还没有吃饭。我们这里的时间呢，比台湾呢晚了2.5个钟头。那我现在呢，用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呢看一看，在这个印度的敏珠林市，就是林马巴的一个过去睡觉法王的一个传承地啊，非常的殊胜。我们今天来也刚刚除了参加这一场法会，同时我们也共生了哈。那共生的功德是很大的，希望与你分享这一份功德，把这样的功德回向我们世界和平，回向风调雨顺特别回向所有FB 的所有的好朋友，愿你们一生吉祥如意。好，现在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是敏珠林市。那这里的气候呢非常的舒服哈，你看我就是台湾可能渐渐变凉了，那这里呢还是感觉就是中午稍微热了一点，那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凉的哈。好，来我们先来看看，哇，这个是莲师像哈，虽然有一点远对不对哈，但是非常的庄严。这里的佛塔有没有看到，这个寺庙好大，很漂亮非常的庄严哈。那我刚刚呢本来想要带大家去绕塔，但是因为呢它这个塔蛮大的，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塔有多大呢，看看。那这个塔呢是一个金刚萨朵，是一个金刚萨朵的坛城。那金刚萨朵的坛城呢它有很多城，它这个是如法依法去盖起来的。那据说呢，在这个坛城绕一圈呢，就可以消掉我们累世的业障哈。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已经来绕过了哈。那现在呢，让大家看到莲师祈求莲师呢为所有的好朋友们加持祈福，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可以看到莲师像哈，这个其实在户外是非常大的，然后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塔实在太高了哈，不太看得到。我下来好了，我穿鞋子下来跟，因为我们现在站在寺庙的回廊哈，来跟带大家来散散步。这里非常的宁静，现在可以听到 Om Mani Padme Hum 的声音哈。那这里呢有500多个僧人啊，然后这里也有佛学院哈，所以他们昨天晚上我们到这里已经是深夜了哈，结果他们这里的出家人还在读书。那我们就想说，那么暗他们怎么读书呢？我就想有月光吧，大家就觉得他们非常的精进。这里也是他们的一个寺庙哈，可以看得到佛学院哈。所以很赞哈，有没有感觉好像跟着我一起来印度哈，一起来朝圣啊。我们这一次呢团员有来自台湾的，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那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宿舍好不好。我们呢就来这里，很像来挂单一样哈，就来这里住了一个晚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凌晨12点要出发前往德里机场。这里到德里呢车子快的话要6个钟头，慢的话呢可能要7个钟头。所以呢，因为到了德里呢非常的塞车哈，德里的交通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要早一点出发，所以我们凌晨就会到了德里。现在呢我有看到一个转经筒，它不是非常的大，
然后我带大家去转这个转经筒，就好比你跟我到圣地来，我们一起来转转经筒。那希望这一份转经筒的转经的功德也能够回向给大家。那这里有大大小小的佛塔哈，你看它的边墙呢，这里有一些善士塔，然后在更远的地方有一些小型的佛塔，是不是跟阳明山莲花宇的那个佛塔很像呢？然后今天呢，我在拜访法王的时候，有跟他提到阳明山莲花宇，他竟然跟我说他知道，真是太开心了。好，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去转经筒。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哈，他们这个寺庙呢，好像开放给外面的人，所以有很多印度人，就黄昏的时候就带小朋友来这里，好像他们来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然后郊游一样。那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猴子很多，那如果你到这里来一定不能喂猴子任何的食物。这里的猴子呢，它会把人的皮包抢走哈，就有曾经有人他的皮包里面有护照啊、美金啊，所有的资料呢都被拿走了。那你报警也没有用，因为他逃到树林里面去，你是抓不到他的哈。所以到这里来都要非常的注意。然后这里呢，到处都有很多的僧人啊，这个时候是他们修完法或者是下课的时间哈，是他们的休闲时间。那现在这里有一个转经筒，我就带大家来跟我一起来转经啊。那线上的朋友呢，算是很有福气的哈，刚好可以看到这一段直播，而且呢，刚好现在这里的网络还可以。其实，在印度大部分的时间网络是不 OK 的哈，所以其实我是分享别人的啦，我自己的网络是不 OK 的，我是用别人的网络。Namaste。Namaste 是对印度人的问候语，那如果对西藏人就可以讲在西德勒。好，我们现在来转经，来看到这个转经筒啊，这个就是梵文的 Om Mani Padme Hum， 有没有？这个转经筒很大，所以我们转的时候呢，要好几个人才有办法哈，要摸这个地方，然后要好几个人才有办法转。好，那转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顺时钟，顺时钟方向就是吉祥转。好，那在转的时候呢，就可以念 Om Mani Padme Hum， 因为这个转经筒呢，转一圈基本上就等于念了500万遍的 Om Mani Padme Hum。那希望这个转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那线上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念 Om Mani Padme Hum， 然后我们一起来转经。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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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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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你在唱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你可以帮你的亲友来做祈福，比方说妈妈身体不好，或者任何你的好朋友现在有一些障碍要解决，你都可以帮他念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然后回向给他。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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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希望大家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念了 Om Mani Padme Hum， 因为今天有500多个僧人帮我们念经祈福，那所以在僧人帮我们念经祈福之后，我们接着念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功德可以一直延续。那我希望把这一份功德呢，祝福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那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绕塔。绕塔一圈呢，可以消掉我们的业障。那现在我就带大家来绕塔，大家花几分钟的时间跟着我去绕塔好吗？一起来咯。那个提供我网路的人要跟着我，不可以离开我太远，不然我的线就会断线哈。好，现在这里呢有一个佛塔，比较小型的，那我带大家来绕这个佛塔。那绕这个佛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念的经文就是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现在有没有看到刚刚你绕的塔就是不是塔，刚刚绕的转经轮就是这一个哈。那现在我们来绕塔，那希望呢可以把我们的业障罪障都消除，让我们身心安泰大家都心平安，人平安。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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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Om Mani Padme Mahamuni Yesoha。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希望我们绕了三圈的塔能够为线上的朋友消除罪障业障，同时呢净化身心，培得积福。那现在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住的疗房是什么样子的很干净但是这里的猴子很多哈，所以呢好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现在呢大家看到这个圆形的建筑物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住的禅房，它是一二楼哈，它是一二楼这里有很多的游客。
有印度人哈，他们把这里当公园哈。那他们进来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僧人，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佛塔，这个就是金刚萨埵的坛城。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们居住的地方。如果呢，待会儿我到房间网络 OK 的话呢，就带大家来念一段心经，承诺我的诺言哈。我曾经说，如果在印度这个圣地有机会，要念心经给大家。但是呢，因为网络一直都不优哈，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哈。这个地方呢，它设计的还我觉得很不错。它这个是一二楼哈。哎，你有看到猴子吗？有看到猴子吗？猴子在屋顶有没有看到？它会跳来跳去，就是抢东西吃哈。所以在这里也不能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好，这是印度人。好，这里呢有很多的僧众，有没有？他们在那里聊天，因为他们已经完成功课，也念完经了哈。那这里有个小小的公园，就是给这里的居住在这里的挂单的人呢有一个休息的小公园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喝茶，你可以在这里看看书，很不错的哈。这里呢，听说夏天很可怕哈，它的温度。它的冬天的温度大概5度，大概5度。那夏天的温度呢，很可怕，大概45度，大概45度哈。所以居住在这里修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一片小公园。好，那我等一下要回房间去整理我的行李了。然后如果网络 OK 的话，稍微晚一点带大家念一遍心经。把今天的功德呢做一个最好的回向，跟祝福。谢谢线上的朋友的关注，我们暂时拜拜喽。